进来第四摊，第四摊摊摊啊，对不起，sorry，第四，好。哎呦，我的单号是36号，谢谢。贵的啊，贵贵的。Motherfucker，贵的耶。南京西。把民生机直接逆向进去了。拍摄土地啊，哎，哥呢？
酒。应该没错。你好，熊猫外送，我们在一楼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一九。我来看到你们第一句话，差点问你们订的吗？后来想说你们都没理我，就算了。在跟我说话吗？对啊。我走，我比较搞哎，看到会讲话。应该是他们。七楼。对，因为有些客人都在下一层，我想刚好有人在等我，然后想哎、欸、没理我。几楼？六，谢谢。有。不会。赚钱啊！大家都蛮辛苦，你也不是才刚回来。对啦，但是我不用跑来跑去的、啊。但是你要花费的是心力啊！我这个只是简单的骑车去逛街而已啊，就看你怎么想嘛。我把我工作当看风景，然后去看不同的人事物跟每栋大楼，对吧、啊？嗯，谢谢。对。辛苦了，拜拜。握手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一九。那我可以送。谢谢，拜拜。还在外面啊。好，没事可以挂电话了，拜。没有啊，你在吃饭就不打你啦。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打别人的。还没，还在忙，所以我说先挂了，拜。
嘿嘿，堵到你了哈！啊，堵到你哦！嘿嘿嘿，我要等好几号？几号？没有啊，没单哦。对啊，在这边等。没有，我刚好送完。哎、啊，你最近送的单量如何啊？还好。有没有三四十？有，前几天都有，今天很烂。今天你几点跑？我今天下午很烂。今天哦。没有。哈哈哈！今天晚上也很烂啊。我今天晚上还好，好一点。我觉得是速度问题也干。我发现是速度问题。可以看我今天的。哦。烂到透。No. 我晚上六点四十二接第一张嘛，六七八九都两张哎，那、no, 我不敢给你看，太好了，我六七八九都两张哎，看，三千，好，可是我早上我早上就要跑你写的考，几点？十点多。我十二点完成第一张，今天，嗯，然后跑到两点的时候休息，嗯，跑到两点的时候休息，休到六点多，然后跑到现在，哦哟，七八零，可是我昨天这样，我看，四十一，睡啦，睡啦，四十五，我最近四十四一四五啦，今天是因为很多人都不跑。不知道，礼拜一跟礼拜天比较少人跑啊。对啊。然后这两天如果有跑的话，嗯，你那个会拉高。我知道，我要把它拉高啊，我要去抢班啊。啊我要去抢班啊。所以礼拜一跟礼拜天一定要跑，就是不想跑这两天，因为假日要陪女朋友干嘛，所以他们降速很快。这两天没跑，然后你又那个叫做降速，你又创出。对啊。没了，我要去另外一边。哪里啊？无，那个头，宁夏头。哦、另外一边哦。对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我看看能不能冲过四十吧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可以啦，差三张而已。嗯。这样子我就大概知道怎么一天冲五十了。可是晚上比较硬。早上就要。没有，速度，我的速，因为我速度很慢。对。哎、欸，撞到你了！取餐哦。对啊，我要去宁夏那边投取餐。我是在那条巷口啊。哦。我、哦、刚送啊。辛苦呢。还好。啊，你的箱子也拿去放了。放好啊，好快哦。嗯。就是那条巷子出去了。好了，好先忙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像是去寒夜，问你何时才看见这世界为了那么改变？多梦里超越了年龄，是否就算是拥抱转变？好被骗。郭美董，郭董美食，你现在是？东方月，奔向故乡。
二十两个虾肉馄饨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哦。他要餐具吗？他要餐具吗？不用。朋友他们去哪里？
好。